不用再争了，这是洗印的符号。圆形是干洗，三角形是漂白，方形是干衣，是这个在洗衣店工作的女孩说的。如果世界上只有 3% 的人口味逻辑学家型人格，极为罕见，你就是当中的一位。上集说到小杰似乎有什么隐藏，而秋妮给你介绍了地下乐园的一些规则，每次通关游戏可获得乐园时间，失败则扣除乐园时间，如果时间为零就会被强制带离这里，而每负一分钟必须背负100,000的债务，然后游戏就突然开始进行了。以你逻辑思维很快就再次通关，但当你通关后，小杰突然朝你走来，你马上的警觉后退了几步，但小杰丝毫没有减速的冲到了你的面前。秋妮猛然转身想要阻止，只见小杰突然跪在地上。拜托让我加入你的队伍，之前是我不对，没和你说二维码和这里的规则，是我忘了，哈哈哈，抱歉啦。还没等你开口，秋妮就说，想要加入我们你就得直接放弃这一关。小杰望了一下手机，貌似计算什么后马上点头说 OK。 秋妮瞄了你一眼，你也做了个点头回应，毕竟你也想在这里观望一下，多两个同伴也许利大于弊。不久，随着秋妮通关报告后，眼前的大荧幕突然出现了三个符号。特许游戏，特许游戏，请到大厅集合，请到大厅集合。来，走吧，难得这特许游戏啊。原本关着的大门现在也敞开着，这里比起大厅要昏暗许多，前面又有个大荧幕。接下来的游戏需要组队进行，10分钟内找到8人一组才能进入游戏。目前你们已经有3个人，再找5个人并不难。就这样，你们8人进到了一间房间，前面有8个座位。秋妮揪着小杰的衣领，说吧，你又隐藏了什么？这次又是什么游戏？等等，小姐，我只知道特许游戏需要组队玩，但我并不知道玩什么游戏，因为每次都不同啊。说完，小杰马上坐上了座位。我不知道玩什么游戏，但我知道要每个人入座才能进入游戏。大家纷纷入座，你也不假思索地选了个位置坐下。你突然像睡梦中醒了过来，周围的人和环境也变了。突然壮汉开口说，这里是一个虚拟世界，我们身体虽然坐在那8个座位上，但意识被传送到了游戏里。人到齐，游戏开始。突然所有人眼前出现了个投影，在5分钟后房间所有的灯光都会熄灭，熄灭5秒钟后灯又会再次亮起，这时各位头上会出现一个形状，要么是圆形，要么是三角形，各位可以看到别人的形状却看不到自己的，而只要各位能分别站一边是圆形一边是三角形并没有混杂，就可以通关，否则游戏失败。不过各位只能在关灯前的这几分钟讨论策略，灯熄灭后各位不能再沟通，也不能用任何方式暗示或提示对方，例如用手、眼睛、镜子、反射物体等花招都不被允许。请问要怎样才能在看不到自己又不能沟通或暗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站对位置呢？你想了想提出了个主意，你的策略是这样的，灯亮后让一个人站在所有人的面前，接着让第二个人站在他的旁边，然后剩下的6个人只要遵守2个策略就可以顺利分成2边站。策略一，如果看到前面的人都是同样形状的话，你就加入他们的右边。策略二，如果前面的人已经分别有三角形和圆形的话，那你就加入2个形状的中间。我们做个假设好了，一开始站在前面的人是圆形，第二个人也是圆形，这是第三个人看到前面2个都是同样形状，所以根据策略一加入他们俩的右边，于第三个人刚好是三角形，这时第四个人已经可以看到分别有三角形和圆形了，那就根据策略二加入2个形状的中间，而接下来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一样，因为已经看到有2个形状，只要根据策略二加入2个形状的中间就好了。大家完全不需要说一句话，也不需要猜想自己头上是圆形还是三角形，就能完美的分辨站。当然如果第一和第二的人已经是不同形状，那接下来的第三、四、五、六、七、八也一样跟着策略二加入2种形状中间就好了。另外可能你会想，如果看到前面3个人都还是相同形状怎么办，那就持续跟着策略一站在他们的右边，
直到接下来有人看到两种形状，结果都会是一样。就这样不到两下的功夫，你们八个人就分好站，成功通过第一关。Bingo， 恭喜你们通过第一关。第二关知识题。突然周围的场景变成了一间教室，前面黑板也出现了一些字。如果生活中出现这三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请选择旁边的词语或单字填入，请在30分钟内填入正确答案，否则游戏失败。原来这里不只有逻辑题，还有知识题啊！突然旁边的眼镜仔惊讶道，这一定是前几年在 Facebook 上播放的《Game 游戏游戏》，这题太简单了，全部填上去 Game 就赢了。等等，突然小杰打断，答案不是 Squid Game， 而是 PS 控制器。虽然你不知道答案，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在众人争论不休时，你发现身旁一位腼腆的女孩嘀咕着，干洗老白干洗干洗老白干洗。大家不用再争了，这是洗衣的符号，圆形是干洗，三角形是漂白，方形是干衣，是这个在洗衣店工作的女孩说的。如果三个对比，首先三个都填上 Squid Game， 这种答案太不合游戏逻辑了，并且 Squid Game 只是电视剧里的剧情，并不会在生活中出现。第二， PS 控制器虽然可能在生活中出现，但商标颜色并不符合，而洗衣符号并无规定的颜色，三个符号对上的同时又符合生活中出现该有的次序逻辑。 Bingo， 恭喜你们通过第二关。周围环境一下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空房间，这里除了一盏吊灯和它的开关，还有中间一个不明的按钮之外，整个房间空荡荡。最后一关，20分钟后所有人会传送到各自独自的一间小房间里，所有人不能见面也没办法沟通，然后每隔两分钟会随机将一个人传送到大房间里待10秒，接着又传送回刚才各自的小房间。大房间中间有个按钮，只要你们八个人都已被传送来大房间至少一次，在这条件下按下按钮就能通关。如果条件不符按下按钮游戏失败，你们八人的意识也无法回到你们的身体里。另外除了开关房间里的吊灯，任何其他提示或暗示。嗨，我是云，这里是 VS Media， 想让更多人看见你吗？连接在这里，欢迎来投稿。投稿过大房间并按下按钮呢？听完问题后，所有人都一脸茫然。虽然三个知识题不是你的强项，但逻辑题就不一样了。你想了一想，提出了个方案，你们当中要选出一个记忆力好的。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接下来七个配合者每次到大房间时，若灯是暗的就把灯打开，但每人只能打开一次。若下次来到灯是暗的就什么都不需要做，若进来时灯是亮的，那也什么都不需要做。而计算者就要负责计算，计算者每次到大房间时，若灯是亮的就把灯关掉，如果灯是暗的就什么都不需要做。就这样，开过灯的也不需要做什么，没有开过灯的打开灯，计算者计算关掉的次数。每个人跟着这个策略，当计算者第七次关灯的时候，就表示所有人都已经来过这个房间，那这时他就可以按下通关按钮。 Bingo， 恭喜你们通过第三关。这时所有人又再次传送回大房间，通关奖励将会在你们出去后派发，由于你们是最快通关的一组，因此特许你们可以继续游戏拿到更多奖励，请选择继续与否，超过半数才会成立。那你的选择是继续还是不继续呢？